我给你看啊，他刚细腰末做了 ，OK， 骨骨做个哪里做个不用紧啊。我讲那个冷骨，我尽量给，肯定有新鲜的味啊。等一下我试给你看啊，他换个东西在这边。有些老师所讲的，我们古老书里面每个文凭大章拿了微蟹啊，微蟹，我们先跟乌南做先啊。部门有个看个，谁做了冷，我们就给谁做。好，公司有没有多次一两年都没有个改变？好，科学部长所讲的，我们进了新鲜的一个，肯定一定有新鲜味。如果很多人不相信，好，他换个东西，哎，他时间我已经写住，这个是我私人写给他的，没有每个部门可以给你一个啊。这乌南跟着走啊，我们讲技术人员有几个间，有600个间，那么别个人会做个好，别个人会做不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这叫技术人员啊，先生，这个 get up 忘记政府给我讲啊，这个他600多个技术人员做到这样子的冷气，要是用心做出来，不是靠机器的啊。刚才我问老板，看我做了之前的冷库，现在冷库有什么分别？看一下啊，马上看，看看吗？它冷库，它刚刚水分是一点点的，现在它水分很多，我再拉一下，我直接插这边，看整条。看看啦，插个这样长的水分，这是叫正确的水分。好，现在我给你试，它肯定会休息，它休息孔边射到这边，它风扇也是会休息的。啊，风扇休息啊，好，孔边射也是休息啊，孔边射到这边，是吧？那、这个叫孔边射，走了啊，啊，不用到5分钟里面就休息，很快，1分钟、2分钟它就休息啊。好，它问个东西 ，APU 哥啊，让我试它的冷固，看有没有。啊，这个他那个时候啊是十多固的，这个是另外一个先生啊，现在靠我的先生，看几点都不用紧啊。啊，明天要过年，明天要过年了，刚想试个，他那个时候卡这边一半啊，红卡一号，现在试卡的冷固，他会下你可以把他下，他之间下个一跟二不能上了。没有做手脚的，我们用心做出来的时候，能够肯定有比人家好很多。人家讲，你看之前也是放这边一半，啊，我跟着试，冷了会休息，还是叫过冷气。人家讲冷气进了新鲜的，肯定有新鲜味吗？肯定有。哦啊，7、8步我有啊，走了休息，走了休息。好，他几多可以按到这边？七。刚刚是75880，现在走2KM。哦，这个温故下了十个故就漂亮啊、哦！我开过一点，这个你开完了讲，它会冷气冷了会休息就好。这个里面要弄干净一点啊。还有很多人就不知道什么叫过冷气漏了，有些人进了不够新鲜也是有。让我开过一点了哦。刚才四个，这是照外面的。啊，这是在缸里面，要下几个固，不是我讲的，他讲的，我没有卡油，所以我卡一点油一下啊，卡个一点油，卡一半，你看冷固会下吗？下更加快，10个固、20个固都没有问题的，这个还是叫做冷气，它一定有新鲜的味，休息啊，啊，走了就下。很满意啊，我做了，我们用心写出来，不是靠机器啊，啊，走了啊，啊啊，那几个固不是我讲，扎进去，他是刚刚是扎进去是2固，现在有10个固，啊，这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，用手工做出来的，都不能改变，你讲可以改变，每个是骗自己，啊，那我表演出来了，好，耶。哎，你进来，我跟你讲，刚刚你拿个冷固是1固2固是吗？那个给像这样勾固，好、哦，这个我卡过一点啦、啊，卡之前这样子的，它的 get 有什么分别？有新鲜味吗？有比较压缩吗？有满意吗？满意啊，非常满意。不管你去到哪里做，哦，科学部长所讲的，我们会做冷气的时候 get 啊，都不能改变，会改变每个骗自己啊。你之前那个时候，你可以下个2固，我不怕你知道，也是有冷固，没有这样压缩。
啊，人骨压缩还会刺刺的啊，啊，人家会休息，可身上跟回一样，让我卡卡高一点哦。会休息，还是叫我冷气啊？一飘个安装卡背还是以前哦，啊，用差不多半年里面还是想两个月给他清一次。我一个顾客可以用啊20000啊，可以用啊一年过两年飘个美美啊，都没有比你黑啊，他里面有照顾，我满意啊。好，满意不满意不是我讲哦，啊，喂，现在全部调回你的位置，高兴吗？高兴啊，满意为止。这种东西没有口吃哦，你讲有人口吃，还有人比我更加惨的还有哦，人家最近卡，这个不是最近卡哦，我书有骨处啊，有些老师所讲的做错了，改邪归正，每个都不要，每个还很危水，越卡越过肩，社会有没有个进步？是我所讲的现实的命贵。要了解哦，老板，不会讲啊。了解了。有时偶尔 MNC 三分钟发作的时候，冷气可以发作哦。冷气发作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，我叫车主一直放开一点风啊，就冷回去呀。有时偶尔 MNC 我们算不高的东西，到时候我一加开这样子去按啊，现在我够满意哦。你下雨天镜子肯定蒙蒙，之前会蒙啊。下雨天不会不会。等下这个有蒙的时候你录给我 ，OK？ 谢谢大家的配合。你不相信赶紧拿车来淋你的水。谢谢大家，全部都是公司都有各看，不管社会什么社会都是一样。冷固有两种，一个是热高国家，一个是冷高国家啊。你们要会了解，还是见过冷气，这个不是进口的啊，有些有进口的啊。我够满意啊，是的，够高兴，谢谢大家啊。